觉得随着他们的人生历程的改变，可能会对于金钱的态度跟以前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要研究这件事情。欢迎五位明星，好，你好。你的人生历程改变以后，你对钱的态度有改变吗？有，以前花钱的时候会比较畅快，现在会觉得钱要留下来给女儿将来读大学，或者是比如说就是工作。你女儿根本不鸟你啊！不鸟我，还是要帮她存钱。哎，真的，我跟你讲，我朋友帮他们的女儿存钱，然后连问一句说这个月钱够不够花，都会得到一个。啊，这太过分了！人不相信吗？是啊，是啊，这比就是青少年呢，大概15岁左右，那正常叛逆的时候了。这个哇，假的，那就不要给他钱呢。对，很可怕，是不是？嗯，当然会叛逆，可是也太……可是做爸爸的人觉得女儿最重要、最宝贝，就是无论如何都要把钱弄到她完全放心为止。可是我的心情是我有默默在帮我女儿存钱，可是我不会让她知道这件事，因为我怕。就是这种，因为他得知我也帮他存钱之后，他会太嚣张，想说那我人生可以轻松一点。你想他的心情怎么样？他就在想说，我这个月钱快要不够，我一定要奋发，我要去打工。就一打开存折，又是满的，就可不可以让我体验人生？对呀，你这样阻挡我成长啊！所以我应该把钱全部花光。对，这样他才会责死你，我觉得。所以我们今天在座五位呢，他们其实担任明星都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可能对人生的态度跟对钱的态度都不太一样了。是。Gigi出道有超过10年吗？从 DJ 开始的话，应该差不多。OK， 小可呢？差不多9年多。OK， 简佩呢？有10年。你出道的时候是演员吗？出道的时候没有，是歌手。你的歌声是厉害的吗？我歌声在 KTV 是 OK 的。所以现场会跟签唱会都要放在 KTV。中心演员14年。OK， 也不算长了，就康熙访问过的人来讲，14年还好。对，14。不好意思，你生完了吗？我生完了。白月是徐什么叫李白月是徐小可、啊，我称赞你说话你都没变，你要称赞我、啊？我就想说，因为我有点没有 follow 最近的新闻，恭喜恭喜！你姐姐访问过我生完的时候，你觉得周星驰这样子是不是在医院那个他们要找产妇就会过来把他推上车的？所以你既然以前都是这样走来的，就不用改太多嘛，对不对？对啊，也没有道理生完忽然变很瘦，这样不是很逆天行事吗？对啊，而且我老公说我再瘦一下水塘，所以想算了。谁？什么？水塘吗？水塘，water pool， 水缸，一个池子，水塔，不要问。威胁到隋唐的地位。王莹出道比较短，对不对？对，很短。我到现在差不多正式是3年多。我们今天要聊女生随着人生历程改变对金钱态度的不同。对，你这个是？我是财务管理师啊。对，帮你管理财务上面的一个问题，那管理到整个都快疯掉了。因为现在的人哦，对这个金钱的观念是比较复杂一点。财务管理师为什么要挂听筒？那顺便帮你这个检测一下你身体的健康状况啊，这样才能够帮你规划你的。你是不是看到中心里以为我们又要聊孕妇的事情？没有，因为原本说这一集要聊那个健忘的一个事情。财务管理师是一个最专业，所以你是讽刺我们节目很随便？没有，你们怎么聊怎么开心怎么好。我想女生呢，研究这件事情是因为可能本来对于金钱的态度比较自由放松一点，可是结了婚或者是有了事业以后，发现说人生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容易的话，就得要想一下哈。那我们先调查一下在座的人，有记账习惯的请举手好吗？真的有人会记账位，所以所谓的记账是指，就是我有下载一个记账的软体，它是可以你每个月领到钱你就输入进去，然后我真的是每天，比如说买了一杯便利商店咖啡55块，我就会输进去，然后我缴了停车费，我也会马上输进去。好，那所有的开销，这样记下来的意义是什么？我不懂，因为我真的没在记耶。正常呢？你是我妈吗？我想起来了。我现在脑子想到转不过来。我妈
早期好像有在记，可是我觉得它可能是三分钟热度，太麻烦了。因为好像有听过人家讲说记账很重要，可是有的应该记记就发现说记完以后要干嘛？对，我记过，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很有帮助。记小钱记太多，真的变得太琐碎。我记两块，可是没有，因为不是、啊。可是像我的，就是你可以设定，比如说我这个月好，我买衣服我只能买一个额度，所以你如果真的你有习惯每一项你都记账，你会知道哦，我有点快要超过了，所以你就觉得好不行，不能在这一项再花钱。所以你记账的目的是要提醒自己不要乱花，是不是？对，我自己记账已经记了六七年，而且我是用笔记本，六七年，所以我是回家。你当初开始的动机是什么？我当初开始是想说，只是喜欢笔记本吧。我那时候想说，我要知道这些钱有曾经存在我的生命中，即使它溜走，所以我想说，它如果在，这根本没有道理啊！即使它已经溜走，你都知道，我这个钱花在哪里？那为什么你不看存折呢？可是存折不一样，因为存折花掉就花掉，可是你这个你就知道，存折你领了两万块出来，你不知道它花去了哪里。比如说你这样知道，有一根，比如说65块，蚵仔面线45块。大肠30块，这样你就知道怎么都是吃的。可是我必须说，所以你要看每个月物价有没有上涨，是不是？也没有，我也不会最后结算说我这个月花多少钱。但是我最后发现，它其实是一种日记。可是你有没有刚刚那个领悟，说怎么都是吃的？有啦，我有阵子这样觉得。可是我觉得真的除了吃的，也没什么东西可以买。记账的最主要目的是要我告诉我老公说不要再花钱了，因为这个有道理。因为他常常在花钱的时候，他是不假思索就是花。然后有的时候刚结婚的时候收到账单，我打开账单说我会吓一跳，然后我想说怎么那么多？你说信用卡的账单？对对对，然后我会问他说为什么你会花这笔钱，然后他就会淡淡的回答我说往事不要提。然后当我听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那可能真的不能提，然后我就想说那就不要提好了。可是当他是说可能花在前女友身上吗？或者是当初做了一些蠢事之类的，或者是改车，或者是之类的。大概才结婚，可是接下来他不但怀孕，而且他在你回家的时候打开一个本子，然后就说这是什么？然后当你说这个是什么的时候，他就要说你错了，然后我们要为孩子留下钱。这一切听起来就是把恋爱一刀一刀的砍。可是这没有办法，这是现实面啊，不然小孩子以后出来吃什么？一直吃母奶吃到砍掉恋爱，这个每一句话都在宰杀恋爱啊。啊，所以不要问吗？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没办法，就是势必会发生。我只是告诉你，太太们把先生逼到外面去找新的恋爱。拜托你们先让我回去啊！怎么那么容易被冲突啊？真的，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都是在为以后很多很多的。那先生就会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为了孩子存钱的机器。不是没有办法，小孩子是你弄的啊。这样讲也对啦。是有道理啊！就如果你不要的话，太太挺会顶嘴的。你这笑话看不清楚耶。对啊，是你就摸摸肚子说人是人命是你搞出来的、啊。所以你老公真的有问过你这件事吗？说你为什么要把我逼成这样吗？他没有这样问，只是他会有的时候会需要，就是老婆，我们可以下个月出去一个礼拜，然后出国去喘喘气嘛。然后我就会说，孕妇不适合搭飞机啊。他就是说等就比较 OK 的状态，或者生完坐完月子，因为他今天就有跟我讲说，他想要我们生完坐完月子的那一个月去长滩岛10天左右去放松。对，然后我就会说。那时候我们可能更需要钱，对，所以这样不行，这样又在砍杀恋爱了吗？他，先生会提这种事情，是为了要让太太觉得生活不是只有负担，也有美好的憧憬。你想想看，等你坐完月子，你现在是怀孕7个月，所以你还有3个月嘛，然后再坐完月子4个月后的事情，他现在就拿出来讲，就是要让你怀抱一个浪漫的憧憬。结果你还说到时候更需要钱，那就你就灭扼杀掉一切浪漫的可能性啊！那我现在要赶快跟他讲说，我们先订机票吗？之类的，就不要扫兴。就说就算你没有真的要去，你也可以说对啊，好棒，好浪漫。可是我觉得女孩子在结婚之后，真的会比较面对现实面。可是为什么你老公都不会顾虑到小孩跟钱的事啊？因为他还是觉得就是我们需要放松吧。而且我觉得男生不会想到那么多，我是每个月会存钱的人，我老公是每个月花光光的人。我跟你讲，男生很可能是为了婚后还是想维持一点点人生是自由自在的感觉，而努力保持那个幻象，然后你们就是一直把它戳破啊。可是不然到最后没有钱怎么办？可是男生，你这句话又砸到我们耳朵了。
上在座的都是还有一点钱的，你想想看，电视机前面那么多人，可能是这个月过完，可能只有一点点，存的只剩一点点钱，当然要先喂饱小孩啊。但是他我看康熙就开心，我把他弄哭了。我跟你说，孔孟有多少钱？有房贷，有车贷。我不想听了。徐小可掌握开销支出，却当场崩泪。小可现在是管家里面所有的收入，一定要花在花，例如说男生的置装费，然后吃是一定不少，因为觉得男生的置装费是女生的置装费，他的衣服单价都很高哎，就是例如说一件 T 恤大概就要3000-4000块，他可以去单价低的店。对啊，男生选择很多，而且拍戏根本看不出质感，嗯，而且骗了，不用理他，赵志祥都穿到烂了，我太懂了，你太轻松了，男生太好了，你想想男生穿什么会有人 care 吗？对啊。就你们现在有小孩以后，是不是话题都在讲小孩了？差不多。可是他有想听吗？他还不错啊，因为我发现女儿啊，女儿真的很黏爸爸，女儿对我们笑啊。我刚才跟王莹在聊，女儿看到我们笑就在哈，对，可看到他爸爸是。对的，心花才6个月而已，会吗？会，真的，而且会笑到手舞足蹈，笑出声的。要不要？笑的那种音调频率就会不一样，就像我们跟老公或是跟一般人讲话音调不一样一样。你怎么？你的反应好像是你不知道你女儿跟你先生相处。因为我觉得不管是男女，小孩一定都是对妈妈比较热情啊。因为我就会说，过来给我抱，他们就会冲过来，然后我老公就会说，爸爸也要抱，然后他们就会露出很 social 的笑容，这样啊，然后就是，因为他们很怕不给我老公抱的话，他会给他尿滴。我觉得你弄错了。我弄错了，所以我的人生已经完全过错了吗？因为他们可能只是在你面前演一个戏给你看，说他们比较爱你，比较关爱爸爸。然后过一会儿，他们爸爸牵他们到别处去，他们就会说啊，演给妈妈看了，所以他以为我们比较爱你。其实你是徐浩平吧？这个不是蔡康永，我认识蔡康永不是这样的人。你不把这个人生真相干嘛怪到我头上？所以小可，那你跟你先生讲的时候，他就会说好啊，你记你的账，然后是他叫我记得啦，就是因为他其实他自己知道他自己不会理财，所以他知道有一个家庭之后，其实金钱观念很重要。所以他不希望我们金钱观念差太多。所以你现在有提醒他说每个月你不可以再花了什么之类吗？我没有提醒他，反而相对的，他把他每个月的薪水给我，我给他的零用钱其实很多。所以你已经在过那种操控老公金钱的生活吗？没有，我给他零用钱，就是我是那种我会看他钱包，没有钱我就会塞1-2万块钱进去的。没有，他不能过自己的人生吗？可以啊，就是你那1-2万块钱花完之后，我不会问你说花在哪里。但真的如果1-2天就花完了，可他可以像在饮茶的时候把茶盖打开，这样就是把空的皮夹摊开来，在床头让你塞钱进去吗？不会，通常都是我很事项。塞的时候还要这样敲桌子吗？谢谢。就是我很事项，我就会在就是大概一个礼拜或者是10天左右，就会看他一下钱包，然后没有钱就塞钱进去。可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常常忘记带钱吗？我还好哎。真的吗？因为王英好像你有空着皮包出去过是吗？我有一次就真的超糗超糗的，有一次我就是跟我朋友去吃饭。然后我就说买单的时候，我就说不要抢，我请客。然后大家要抢，我说不行，一定我要请客。就把包包一打开，然后里面我想说怎么没有面子跟手机，然后我就愣到一下，然后我就再看一下拉链里面也没有钱，然后我就当场就完全很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办。waiter 在旁边，然后就整个大家鸦雀无声，很安静。然后你有在那边倒钱包吗？有，就给大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本能反应就是我没有带钱包，可是我从此以后我就不想要跟那些人联络了。是人家也不交友失败，所以最后就是大家分钱是不是？对，而且人家还请你，他因为他没带钱，而且我还没有钱做车，还要跟人家借。可是龙哥，你问他理财不准呢，刚私底下大家在聊天，因为他是大千金，他刚讲他就说我都不花钱的啊，我说哇，你怎么可能不花钱？然后刚刚讲说我已经好久没出国了，3-4个月了。我朋友说你不是才去伦敦回来？对啊，3个月前啊，我都不花钱。我说那你呢？他说我都用我老公的信用卡。你看，对啊，这问他不准啊，真的很节省，就好命人呐、啊。
真的、啊、他没有节，他很华丽耶，他怎么会节省？所以你说你老公的卡，你可以随便刷，是不是？我可以刷啊，对啊，但是他买东西也是我刷，就是他变成说，所以信用卡账单来说，先生绝对不会问说这是什么。他不会啊，他不会问。可是就是变成他去买东西，变成我也要再刷卡。他还说就纸啊。所以你没有被提示过任何花钱的原则哦，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我自己很节制啊，我会克制，因为我从小是会存钱的那一种，然后会存到一笔钱拿去买股票啊，或是投资什么。他很相信我。你不是现在有自己的时尚方面的事业吗？对，就是因为婚后就是等于是半退出圈内，那我就后来有去做代理包包跟保养品。是你自己出资吗？还是？对。那不是也是很压力很大才对吗？很大啊，就是老公有帮忙，等于说现在花钱就是可能公司的就有他有帮忙，就一起。但是因为我们是共同的啊，夫妻不就是共同的吗？生命共同体。对啊，你说那个是你们俩一起出资共创的品牌吗？对，然后但是以后的盈亏可能我会想说就是要自己负责。那开了公司以后也会开了多久了？花钱跟以前不一样。半年。然后你知道自己赢还亏吗？目前还没有开始赚啊。对啊，因为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有讨论，以前自己花钱就是反正你就是自己保全家保，就爱买什么都可以去买。那可能现在就是公司的一张卫生纸、一支笔，自己都会想说啊，要省一点。我的人生没有经过结婚，但是我觉得自己开创事业之后有比较省。你当时开创的原因也是因为要另外制造收入。对，因为其实我觉得省钱不能为你带来财富啊，对我的信念来说，我觉得你要去创造它才可以给你带来财富。其实我是从负债开始，因为之前要养家什么，然后所以拍了戏之后，因为收入比较好，然后把负债还掉之后，我觉得拍戏的收入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有限。我希望有一天就是我可以不要工作的时候，就是我在对我去游山玩水的时候，就是还有人在帮我赚钱。所以我觉得，但是你不是想想而已，所以你要去做，所以我才会想要去创业。而且我创业的时候，其实我把钱投下去之后，我自己身上是没有什么钱的。对啊。可是我觉得人生就是要去冒险。你现在这个餐厅是第几家了？是我投资的大概第四家第五家。你旁边那个人开过两面店的。不是那边，是这边。我开过两面店吗？我说你哪有开过两面？赌一把，我的人生也觉得要赌一把，所以我只赌了20万。他要再跟我要钱，我就不给了。两面店怎么了？认赔？没有，因为那时候组织一个美食任务嘛，然后就到那个对，我记得，对，中南部有个好好吃的凉面店，然后它是那种还用凉皮，就是整个圆圆的，然后把它切成像那个果仔条那样子，听起来好好吃哦。对，然后就在台北开了。那时候他们本来想说找我当代言人，我心想不要，我要投资自己的副业，所以想说那我也丢个20万好了，就把20万丢进去。然后丢进去之后嘞，然后我就再也没有管过了。等到有一天，我突然想说，对哦，我好像有凉面店，我就去问说，哎，那生意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总觉得自己是股东之一，就说我要看一下那个单子。什么单子？就是菜单啊。爆表了，丢了都爆表，然后就说，那你去找大哥，大哥会给你啊。那我想说，怎么那么不负责任？可其实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没有，我开了之后我没有自己去经营还是干嘛，我只想要赚钱。所以大家最后说，哎，好像没有赚，要再投资一点钱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我生性多疑，所以我就想说，该不会是你把钱拿走？其实没有，他们真的经营得很努力。那我最后就说，那我要撤资。所以他们就还你20万吗？没有，那是20万就没有。可是那家店最后也就关掉了。对，然后南部那个也收了吗？可南部那个生意好像还不错。然后那时候我曾经啊，就想说，哇，粉红猪感觉自我还不。感觉良好，觉得好像还有点名气。那我们公司想说，那你就做一个粉红猪的娃娃，比方说有什么文具啊、橡皮擦、玩偶、书包什么什么之类。然后公司还特别请人帮忙做，然后设计那个娃娃怎么样。然后我还特别去买专利，我就才发现专利好多钱哦。对啊，而且专利我就发现不是只买粉红猪三个名字，不是你买完是商标。
哦，是哦，是吗？对之类的，是要注册商标还是要申请专利？因为它是不一样的注册商标吧，因为没有什么专利啊，应该是商标吧，就是你要把你所有要做的东西全部都要买，比如像针笔、橡皮擦、粉红，可是最后我才吓坏了，它比如说笔就有分做文具，然后橡皮，然后包括橡皮擦，然后那个，然后衣服有包括饰品、别针什么都要，你都要买哦。而且你粉红珠可能也申请不过，因为市面上已经有很多也有，而且有个槟榔它也叫粉红珠，对，上海银行也是粉红珠。上海银行找我好了，好不好？又是哪一台？哪一台？你不要再喊话了。然后我真的发现，我花了30万，可是我不够勇敢，我不敢投钱下去。你花了30多万去注册那个商标，等于你标到你就成功了吗？这个商标没有，因为那时候我不够勇敢，因为他在投钱，那我自己对我自己没信心。我想应该大家对我不没有那么喜欢，想要买我的玩偶，所以我就花了那30万。然后他又有时限，好像是5年还是10年就要再重新买，所以时效也过了。30万，我要撑多久？我小孩可以买3年的。等于丢了三家凉面的20万、50万，我如果不记账，我哪记得这50万跑去哪？对，是两笔账很大，应该不会忘记。所以小可现在是管家里面所有的收入。对，目前来说。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跟先生沟通好说，钱都归我管？一开始结婚的时候，他爸爸就跟我讲说，背着钱你要管好。对，然后所以既然那个对我公公都已经这样讲了，我就觉得自己有责任，所以你现在拿到钱是去除了分一块存下来，分一块给小朋友之外，你另外有拿钱去干嘛？其实我们现在的钱都是很省很省的在用，就是两个人基本上对于花钱的观念都已经很有目标了，就是一定要花再花，例如说男生的置装费，然后吃是一定不会少，因为觉得有男生的置装费是女生的置装费吧？因为其实我觉得女生其实置装，我们就可以去挑一些小配件，然后来做一些搭配，可是男生就必须要是一整套很好看，嗯，有吗？对，而且我妈男生才好配，女生的话完全不行，我觉得男生随便穿就好了。可能是因为我老公，为什么女生不用一整套很好看，而男生却要？对，因为我觉得男生单价就很高，怎么会？哪有男生才好配？男生一条裤子可以配10件上衣，没有，今天不要讲理财，怎么大家一直在讲什么？不是，你完全是被你老公洗脑了。对，男生才好配，衣服都是那种单价。因为孕妇觉得自己不需要打扮，而先生依然在工作，需要打扮，是不是这个？那更不能让先生打扮啊！孕妇已经够，因为先生在演戏，需要就是我演戏的人不就穿戏服就好？对啊，他的衣服单价都很高哎，就是例如说一件 T 恤大概就要3000-4000块了，他可以去单价低的店买啊。男生选择很多，而且拍戏根本看不出质感，嗯，你被骗了，不用理他，赵志祥都穿到亮亮，我太懂了。穿什么会有人 care 吗？对啊，因为他还有什么？算了，不要逼他我了。钟欣凌发挥母爱，康永遭小 S 调侃。钟欣凌，你有了小孩以后，你去买小孩的东西的时候，会觉得说小孩东西很贵吗？超贵，因为买了一个湿纸巾，75块，它号称是用玉米做的，所以小朋友可以擦嘴。还有手还可以吃，不能吃。擦完然后塞根玉米到他嘴巴里面去，你咬是什么味道？你这是地狱使者吗？先生去买3-4千块 T 恤的时候，你不需要跟他讲说可不可以买便宜一点的 T 恤，就是他要求的，就是让他开心一天呢。我觉得男生买3-4千块 T 恤很贵，其实还蛮贵的耶。我觉得不便宜耶，而且他衣服可以自己，他应该要训练的是搭配方法吧？对啊，因为他都觉得说应该要这样子，再穿一件新的衣服比较有精神。是，然后他其实这样翻一翻，他都会觉得说重复了，重复了。有人在盯他吗？有人在注意他的穿衣哲学是不是？好像也。我想衣柜会发出声音，重复了。对他都会一直就是翻了翻，然后就自己。所以你从来没有跟他讲过说，我们现在要开始帮孩子存钱，所以请你停止买衣服。有，他买的比较少，但是一次买就很高。可是你躺在床上，然后有点动弹不得，然后看他在那边兴高采烈的一套一套试穿，你心里会觉得很火大吗？会。我有想要，就是如果说之后可以开发就是副业的话，我想要做孕妇装。你可能要听一下现在孕妇想
的事，就是好看一点，是心灵姐让我看到商机。我觉得你要做的是大尺码，大件的衣服我都给我朋友当孕妇装穿呐，所以都还不错，所以都可以。中信，你现在穿的服装是你怀孕前的服装？不是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是最近才买的。OK。对，其实它也不是孕妇装，它只做的很大件。嗯。它也不是大尺码的店，它只是森林系女孩。真的吗？森林系女孩。对，是啦是啦。有，我有感觉看到，我找到雷区，看到森林，好像有猎人在下面。然后什么？对，有动物经过那个森林里面。所以 Gigi， 你应该维，你现在维持单身自由自在，你反而是钱上面最放松的吧？其实我没有很放松啊，因为我有投资。所以我就之前是因为一个人自己在台湾嘛，所以我大概8年前买了第一个房子，然后后来那时候我就选我比较方便的区域，然后我选在永和，然后也钱比较够。但因为后来2年前吧，我想要搬到台北市，我觉得工作啊什么交通都比较方便，所以我就又买了第二个房子，然后就等于就这两个在等于手上两个房贷要缴，对，所以就其实压力也还蛮大的。OK， 可是你觉得这是对的？对方向，因为我第一个房子那时候还蛮幸运的，现在就已经赚了1倍以上的价钱。然后现在这个，然后因为我刚好买的区域也是在和平东路上，它是在路口。有小孩的人就是一定会想钱要去小孩那里这件事，是不是？会啊，就是可能怀孕的时候，或是他出生之后，就会想说开始注意要帮他买什么定存的东西。然后譬如说，我现在就会想说，哎，等到他现在18岁或20岁的时候，他自己就有能力可以买房子或什么的。我觉得这样很棒。哇，这是很厉害的规划，就是他长大以后就会有。对，就不知不觉就就已经有一笔钱。你有让你的小孩知道他，你也在帮他存一笔钱吗？没有，他现在1岁多还不晓得，而且等到他大了，我想我应该也不会让他知道。万一他那时候知道我有钱了，就不要父母了，怎么办？所以是想要用钱操控他。告诉他说：“哎，妈妈有一笔钱要帮你存着，你一定要孝顺我，我以后才会给你哦。”这也算是扭曲的价值观。不会因为你，不会因为他有钱就不鸟你，他会把你能够收来钱都收来，真的会把父母榨干。对呀，怎么那个气？你根本就是地狱的使者嘛！可是钟欣怡，你有了小孩以后，你去买小孩的东西的时候，会觉得说。小孩东西很贵吗？超贵，超贵！我那天买了一个小鱼饼干，90块，我快3岁。不是吃的，不是婴儿有婴儿用的东西吗？就小鱼饼干，小朋友吃那个，你知道开始长牙齿会流口水，牙饼，我很少对牙饼，那个全部都是。别的妈妈都没有听过的话，就表示这不是必有牙饼，对不对？对，牙饼，对，有牙饼，可是那不是说一定要买的东西。对，而且小鱼饼干是说什么长得像小鱼吗？就是小鱼形状的饼干，对，为了磨牙。没有，它就是婴儿米果糖，说它很容易融化。对，可小朋友东西真的好贵，我那天买了一个湿纸巾，就那小小的哦，75块。因为它号称是对，它号称是用玉米做的，所以小朋友可以擦嘴，还有手，还可以吃，不能吃。可是它给它含到没关系，因为它是玉米做的。所以比如说一小包75块，所以你常常我每次要一进去那个小朋友的店，你没有买这个湿纸巾吗？我没有买到，就是玉米做的。玉米做的，我就是会买那种一大包的。可是你就是看小朋友的东西，你就觉得哦，我是个好妈妈，我要帮他买好。我就擦完，然后塞一根玉米在他嘴巴里面去。还是想吃他的拳头？不用啦，可是就是会花很多钱在小朋友身上，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注重小孩健康生活的妈妈。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在怀孕的时候，我只帮自己买了带2件衣服，所以我在怀孕之后，就是我现在开始恢复自己怀孕之前的身材的时候，干嘛心虚啊？我最近有狂买衣服。而且买的有点杀红了眼，会森林系的吗？森林系的，会这样，我有点杀红了眼这样。所以你怀孕前后穿的衣服也不一样其实没有不一样，就是商机。可是你们碰到简佩他们这样自己在做事业，或者说像黄莹，你们会想说要做事业吗？
我最后有点认知，就是我自己其实不大有商业头脑，我觉得我就努力赚钱，然后努力存钱。所以像现在我会每个月帮小朋友存基金，就是各10000块，然后会帮他买保险。OK， 这样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一天的话，可以先挪用他的钱来救济一下，这样走投无路的时候。对，这样子。简佩，你是当初做餐厅之前就知道自己很会做事业吗？我不会，其实我都是在学的。我就是边做边学。那你做第一家餐厅成功的方法是什么？那个时候是运气，因为我们就是投资在101，然后那时候101的商机非常大，因为那时候全世界第一楼、第一高楼嘛，那个客人是整车整车到的。嗯，对啊，你根本接不完。你的餐厅在101里面？对，在101里面，最早投资的那一间在101里面。那家现在你应该没有股份了吧？那一家现在我们整个收起来了，因为它4楼已经全部改掉了。嗯，对。可是那一家就是我第一次投资，算是有赚到钱。可是你现在开意大利餐厅，那些员工看到你是艺人，他们会变得比较难控制吗？人真的比较他不会，他在店里就是完全就像是也是跟一般服务员是一样，也会去帮忙端菜，然后甚至比服务员更 care 说，哎，味道好不好啊？然后需不需要加什么？然后你去他店里，他也不会请你喝饮料。没有请你吗？有，我去的时候他有请我吃一整顿饭。没有，那是阿雅请你。是阿雅请的。没有错的。那你到底请了我们什么？我有请，我招待你们一些小菜。哦，布丁，对啊，甜点布丁，对，因为我们本来认识，我自己吃饭，我也都是自己付钱的。其实我们本来会成为 partner 的，对，因为他们那时候要开的时候也有找我去看去投资，可我后来就是要开的时候，我忘记汇款了。真的假的？真的，我不知道。是忘记汇款，你要是，你是产后记性不好，那真的是需要看一下医生，记性比较不好。王莹投资又撇步，却遭所有人围剿。做生意的人，像王莹现在有觉得可能不会成功吗？不会啊，我觉得一定会成功，我才会去投啊。我现在有点忘记汇款了，你在投资自己的事情。他投到自己的账户去。对我们来讲，要大的数目是对的。OK。不要太讲的话是谁？没有，而且他花的那么多，他搞不好光是300万几个你都搞不清楚。所以你现在对于物价上涨是有感觉？好，超有感觉的、啊。我会觉得你为什么酱油要这么贵？为什么奶要这么？为什么面包这么贵？为什么你的意大利面又要涨价？为什么那个椰奶又变这么贵？然后整个那你会跑出去调查说是不是真的这么贵，还是采购的人瞒着你？我会，我会稍微，因为我每天都会看新闻，我会知道大概什么账。那万一你发现是采购的人瞒着你把价钱报虚报，你也敢讲？就如果有问题就要讲，就是大家一定要直话直说。那怎么讲？但是我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而且我们就是货比三家嘛，同样的面，那你可以去找到好吃，然后价格又没有那么高的，或是什么，就要去控管。嗯，所以意大利餐厅现在还不确定会不会成功。就是其实越来越好，因为我们的品质啊，因为那比方说徐师弟这种客人来过一次，觉得菜还不错，可是结果他也不再来了。但就要有原因吧。没有，我第一次去吃，我就觉得非常好吃。他那时候怀孕了，接下来一定还要再去。可是有一天，我就约我老公要去他们餐厅，可是真的找不到，就忘记他到底在哪了。所以你记性也不行了吗？真的假的？需要聊到他。所以怎么个是在很荒僻的地方，是不是？他就是在某个巷弄，可是你就忘记到底是哪一个巷弄，哪一个马路要右转还是左转？所以你有试图要找，所以有去这么隐秘啊？真的，因为他真的不好找不到，不好找。嗯，我们餐厅问题就是他在迷宫里，有点难找。所以你跑出来端菜的时候，你会希望客人认出你来吗？不会啊，就顺其自然。我在店里面就是一个，我不会觉得我是艺人或什么。忙的时候，有时候我也是帮忙洗厕所啊、倒垃圾啊，也是会。所以客人如果完全对你的出现一点反应都没有，你不会有点黯然神伤？完全不会，对啊。可是如果客人一直要求合照什么的，也 OK 吗？就是如果不要太忙，可是有时候就是素颜的时候就会，因为你知道厨房忙，你会很杂乱，有对。对啊，那厨师可不可以闹脾气，然后最后其实是想跟你交往？厨师都有女朋友啊，而且我对他们来说应该你在幻想要把他在厨房推到墙上。没有，不要讲太硬，受伤。躺在那里，铁板太硬。对啊，所以不浪漫。不会，一点都不浪漫，因为我觉得做餐饮真的是很辛苦。那你每天都要待到几点？一
一开始都待很晚啊，然后像我们高雄的火锅店，那时候开幕的时候，我是几乎一个礼拜待四天，我是住在那里，完全是高雄，住在高雄的。对，我那时候因为要学嘛，就是想说多看看。所以收工的时候，比方说餐厅十点打烊，然后你几点才会有休息的感觉？我啊，我觉得开店之后你脑子是没有，你身体可以休息，你脑子是没有休息，因为你会一直想东西，今天这个味道哪里不对，或者是哪里可以再好一点，那我的人要怎么调整，或者是今天这个跟厨房跟内场跟外场有情绪了，我要怎么样去排解。所以都没有碰到你会管不了然后哭出来的。我哭出来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太累，因为那时候我决定要去学怎么就是开店的时候，我是推掉戏去做这件事。嗯，然后我那时候很害怕啊，因为我那个薪水，我后来只领个位数的薪水耶，怎么够一块？个位数？个位数？啊不不，个位数？九块？最多也才九块。是啊，那个对我来说是个位数，就对，就几万块而已。OK。你说如果跟你平以前拍戏的比起来，收入比起来，对啊。可是我觉得你要克服那个对恐惧。所以你现在开完店之后，有没有一点想要回去拍戏？我现在再回去拍戏的心态完全不一样。我觉得第一个，拍戏真的赚很快，有这种感觉。当然自己可以在等等，拍戏比餐厅还赚得快吗？当然，当然呢，是做生意就是一定是把一笔钱先拿出去，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可是餐厅就像他讲的，你不用本人出席啊。可是不一样，餐厅有时候一天的营业额还没有我们一集戏多。就是当然拍戏，可是长远就不一定了，因为女生会老，而且拍戏真的很累。女生会老？还好吧。你不觉得开餐厅有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是，你不能阻止任何人走进来坐下？哎，对，就随便什么牛鬼蛇神，他都可以走进来当你的客人。对，那你怎么办？没办法，像有一天啊，我走进来店里面，就是我们有一个户外嘛，然后我就愣住吓到，因为我们外面坐的很像在维师，就是大家穿黑 T 恤，然后你知道我们那个户外其实挺优雅。可是他们在嚼槟榔。他一直说你这样，你是不是根本都忘光了？我记得有这个图片，有桌椅，不然呢？立好像都有。对，我很难形容，但反正他就是一个气氛还不错。那就大家就是有一群男生，然后嚼槟榔，然后抽烟，然后还有那个槟榔汁在旁边，就突然觉得哎，感觉完全不一样。可是就像康永哥讲的，你没办法阻止他进来，而且我觉得客人都那只是他的习惯嘛。是，我觉得吃槟榔你还是可以吃得很优雅啊。是，所以我就跟服务生说，我们拿漂亮一点的杯子给他们装槟榔汁。对，装槟榔汁，不要用那个塑胶的红红的露出来，我们就想办法把它美化。对对，让他们也觉得吃得很开心。可是你拿上漂亮杯子的时候，对方很可能就会说怎么样，你嫌弃我？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我，因为我们的态度是很好，所以他反而可能地上杯子都是裸上一些的，没有啦，抓牌有没有？把槟榔汁接过来吗？你个人很爱这种戏吗？所以如果有人不付账的走，你敢追出去说先生你还没有付账吗？就我会说，哎先生你是不是忘了付钱了？那如果或是你忘了带钱没关系，那这次我就请你。可是你要戳破这件事，我要戳破这件事，因为你如果你他没有戳破，他下次还是会忘了付账。所以你有觉得当了餐厅老板娘之后，你人生很多事你都我都打开了，我整个脸皮变厚了。那有没有浪漫的说有来了一个优秀的男生坐在那边每天都望着你的？哇，也是有类似这样子的。那很好啊，怎么会好？就是你要我喜欢的吧。我这样没有针对任何人的意思，对不起。他就是冲着老板娘来看你，没有，他就会常常来，常常来，然后希望你收到这个他的感情。但你就把我就把他当常客，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个人还没示爱吗？常客没有，就你自己，我觉得自己的态度也很重要，因为我表现的他就是常客。他没有吃完面的时候把面条排成一个 I love you， 太费心了吧。戏剧的世界里哦，没有啊，没有这种浪漫的事哦，没有哎，对啊，但是我觉得常来还蛮开心的，对啊。所以做生意的人，像王莹现在有觉得可能不会成功吗？不会啊，我觉得一定会成功，我才会去投啊，一定是有那个信心是很大的。我知道你为什么忘记汇款了，你在投资自己的事情，他投到自己的账户去，还是说你有不看好他是不是？没有，那时候是因为那个金额不大。很小，然后就是也没有一直提醒，就忘记了嘛。开餐厅金额怎么会不大呢？对啊，我其实很，我们很节省，
可是装潢就要花掉千万吧？近，对。可是这怎么会节省？而且怎么会不大？对，三个人的话，因为对我们来讲，要大的数目是真的很大。对啊，不要太讲的话是谁？没有。对，就是还好，而且我们真的很节省呢。我们那个桌椅什么都是去工厂直接这样订的。OK， 对，我们算是会控制成本。所以你会觉得旁边两位家庭主妇记账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我会觉得很琐碎啊，而且记账是要干嘛？所以你看着他们，你又要哭啊！所以你会劝导他吗？因为我脑子还一直在想说，我回去要跟我怎么跟我老公讲衣服这件事。然后他就说，我现在衣服节奏现在是这么慢，我现在做的事情很琐碎，而且其实那个佩恩姐在讲那个做餐厅的时候，其实我之前也想要做，就是因为 Ben 现在是在投资一家，不是有投资一家餐厅，可是那部分还是就是算是三股其中的一个，所以他其实真的不是在亲力亲为的。可是真的像客人的方面，你真的会听到，就是你会感觉到做生意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做吃的，因为每个人的胃都不一样。像我就曾经看，真的吗？好像是，因为我就曾经看过，有的人是新型的，有的人是零型，每个人的胃口跟味觉是不太一样的。对，我就有看过有人直接 Facebook 到我的那个私密讯息说，我今天喝你们的蛤蜊汤，可是为什么我们同桌的人旁边的人捞出来超多蛤蜊，而我只有两颗，两颗，对，他怎么知道是你先生的？因为他上面有，你进去的时候都有每个艺人的照片，而且餐厅的名字就是用他们三个人英文第一个字，对，还有 Junior。可是，所以餐厅在出蛤蜊汤的时候，真的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数量吗？就可能太忙，像我们有哎，捞出来而已，你就算好每个碗十颗，对啊，还是有可能肉掉到别的汤里。没有，我们都算好的。如果他可能落差真的差，他也是会捞那个，偶尔有几颗到碗里，然后再舀。真的吗？算好几颗吗？对，因为这是成本。一定要算，我们的蛤蜊面就是算好一盘面里面有几颗蛤蜊，几颗就是算功课数差不多。然后甚至每一个上来的温度，因为有人就反映说你们的汤太烫了，或者是你们汤不够热，所以我们很难去拿捏到底是不是有些人是猫舌。对，所以猫舌就是很烫，一下到就好烫烫烫烫烫。我会幻想说那个餐厅它每一样东西它一定都是一包一包包好，然后要做的时候就拿出那一包一定一样的分量来炒。对，那个就是你要先配好料，也可以先做，就是都要放功课数，因为像意大利面他们都是装好一袋一袋。所以你先生投资这个餐厅，你有在管吗？我有曾经去厨房看过一两次。OK。对，然后现在还算是成功吗？现在 OK。所以好像曼孕服装比较容易，对不对？对，那我会加油的。不是卖衣服，就是卖大尺码。大尺码，起码卖衣服不会有人猫舌啊。不会，有些人买衣服很挑，例如你线头太多，或是质量不好什么，他也是很挑。所以我们记账是好事吧？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其实记账太个性，就秉持着只要记账，什么都不要管其他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是好事，可是要针对个性啊。你说叫王莹，或是。我也没办法记账，而且他花了那么多，他搞不好包袱300万几个人就搞不清楚。控制，因为我想花，或是该花或不该花，或是这个是不是在我预算的范围之内，我可以自己控制。如果靠一本账本去控制你，那你自己还可以控制什么？可是我觉得也要看行业，如果我是上班族，我觉得也许我也会记账，因为我每天每个月就是得花这么多，我会知道我每一分钱花去哪。可是今天如果我不是上班族，我就会想办法再去创造更多的收入，那我就不必要就是每一分钱我都计较的这么清楚。对，小可最后我讲这些话不会吓到你，就是会杀伤恋爱这件事。你吓到我了。因为他又在喘，没办法，人生就这样啊，就是后来恋爱会变淡啊，所以我回去要做什么弥补吗？你就约他去那个度假一下。我觉得没有什么办法吧，就是接受人生的考验。那所以不结婚真的会比较好吗？就会一直长保恋爱？也没有好或不好，也不见得，因为你还是需要别的东西啊。所以那到底叫我们？所以不能放弃人生。没有啊，你就好好经营你的家庭啊，你觉得这个重要的话，就是恋爱被砍掉，只剩下一个家人也没什么关系啊。酗酒吗？也不用酗酒，就是老公变家人，这就是势必会发生的事。你在哽咽吗？怎么突然加上后来这个？各位保重，祝你们发财，谢谢。